31号知名品牌举办慈善派对，邀请众多艺人一起参加。其中原定出席的杨佑宁，因为收到与确诊者足迹重叠的通知，临时缺席。不过现场依然是星光熠熠。来，中间再一个，中间也挥手来一下啊。好，车子的部分我知道大家都想知道，其实我就像上个礼拜说的，我觉得就自己订一些零件回来就好了，对啊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好，来，左边。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没有太多的改变，就是我们还是会为对方着想，从一刚开始就好像就很有话题聊，又很有缘分，到现在都还是有这样的感觉，我觉得太幸福了。那最近感情生活还好吗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谢谢关心。所以还有想要这个开车？很多啊，很多，你下次可以载你啊。好啊。最近他们知道我在忙。然后我就是会消失，所以他们也没有找我，我也没有理他们。所以没有特别恭喜他。恭喜这个东西有啦，就是传一个那个讯息给他。大家就是已经很有默契那种，对对方的祝福，很开心。你收下，你就是收下。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我是真的不会看什么新闻或什么，所以有一些事情我其实。最后知道，而且还是旁边身边的人或是家人跟我说，最近发生什么事？我说啊，真的哦，所以我是不太知道有什么事情，反正我都希望身边的人好，你们也都好。